所有的人来讲，我是我们中国第一个的自由的团体，是我们中国第一个基本的。我刚才我们在说话之后，我们第二案子都没有说，我们在我们这边审查都是都是外部所有爱情的问题，没有说他们是自由的，所以这个。Thank you.